林芝博被爆举家移民，佢点回应传媒？林芝博上星期三日正式踏入50岁，佢喺 Facebook 以入伍为题写咗篇文。感慨时间飞逝，但自己事业上仲未算做出一番成就，唯一谈得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一对孝顺的仔女。至近日，有本地传媒影到林芝博和仔女在机场出现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他接受本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，暂时不会回应住，等他 settle 好晒就会 update Facebook。佘诗曼运动上瘾 ，Sophie 爆身形。佘诗曼的身形一直都好苗条，最近爱上了运动健身，简直 fit 上加 fit。佢呢排都有喺社交平台分享运动过后嘅成果，见到显著嘅改变，简直令佢上晒瘾。阿佘唔单止改咗懒做运动嘅坏习惯，仲令到一众粉丝都积极起嚟。佢话：我觉得自己好叻叻猪，可以影响你哋变得更健康。爱自己系一种积极主动嘅生活态度。我哋一齐努力，从拥有更健美嘅身体开始啦。46岁嘅阿佘，而家可能仲 fit 过20几岁嘅女仔，要靓真系唔懒得噶。